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九段，戒转变差别，长行第二句看起。然悟众生住故，世界海成然悟界转变。从这一句向下九句啊，这第二句到最后一句，这个九句，清凉大师都是解释啊，解释前面所讲的世界海无量成坏界转变啊。每一句呢说一桩事情啊，当然这个转变是无量无边的。佛在此地也只是举几个例子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听了佛的开导，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识。这首偈里面最重要的是遇到恶缘呢，尽就变成染了。不但娑婆世界的六道众生，变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虽然根性有利有钝，有善有恶啊，这个里面差距这复杂也是不可思议啊。世尊在经论里面常常感叹着说啊，娑婆世界的众生难度啊，啊，同学们，《地藏经》都念得很熟啊，啊，你看《地藏经》上所说的，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阎浮提是专指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上众生确确实实的，我们常常感叹着讲啊，学好不容易啊，学坏呀，很容易。这个就是刚强难化的应有啊。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在佛法里面讲呢，业障习气太重。
上，在这个大宇宙当中，业障习气重的众生，这是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嘛，自自然然就聚集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俱乐部一样。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绝不舍弃众生，所以还是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帮助大家。啊，但是这个世间众生不容易接受善言身教，对于接受圣教这桩事情，啊，一代不如一代。菩萨教化众生，一代比一代艰难。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现象。我们亲身体验的印象更深刻更清楚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50年前呢，啊，50年前我住在台湾，社会风气还算相当的淳朴，大多数的人心地都善良，啊，还能够守信，不欺骗人呐，啊！这个时间不算长啊，50年之后的今天，人心变了，啊，变得很可怕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不信任，不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夫妻不信任，父子也互相不信任，兄弟互相不信任，朋友互相不信任，这还得了吗？这个真正是经典里面讲的作恶到极处了，这不是好现象啊，不是好预兆啊。从这个现象使我们想到东西方许多古老的预言，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会有灾难，啊，这个灾难就是20世纪的末期，21世纪的开端。我们现在正是遇到这个时候。啊，灾难有没有呢？我们要不要信这些
古老的预言呢？这些我们可以不必去理会它。我们看社会现象，会不会有灾难？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我们看看现在社会上一切大众造的是什么因？因果决定是不会差错的。像刚才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大概现在只有婴儿还相信他的父母，三四岁之后就不靠不住了，年龄越大了，这个信心就越衰退了。到了个十五六岁的时候，那个信心恐怕就没有了。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不能够等闲视之啊，这是大事，不是小事啊。这个就是世间人常常所说的信心危机今天信心危机普遍到全世界，那我们就想到整个世界有灾难，不是某一个局部啊。伦常没有了，伦常是维持人道的，在设法界里头，人法界，伦常没有了，人道就没有。那么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这么多人，那就是佛经上说的是人是非人呐、样子是个人的样子，他的心他的行为不是人的心，不是人的行为人的心是什么呢？是伦理的心。人的行为呢？是八德，是无常在佛法里面是无界，是十善。人的行为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许许多人的行为，确确实实是佛在经上讲的三恶道众生的行为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恶缘太多了恶缘的力量太大了，什么人能够不受染污，能够不受影响？真的只有甚深的定功、极大的善根福德之人在这个染缸里面，他不会被污染这样的人一万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十万人当中，百万人当中，也许能找到一个。
百万分之一了，太难太难了。啊，那是什么人呢？我们相信肯定是再来人，是救世主啊。不是普通人呐、啊，他到这个世间来是来救苦救难的。啊，哪有一个普通人不受染污的道理？啊，所以今天家庭为什么破碎了？是谁造成这个样子？啊，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的媒体，不能说没有责任呐。他是社会的导师啊，啊，电影、电视、啊，歌舞，啊，乃至到美术、到艺术，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他是怎样去教导社会大众？文艺啊，文学艺术是教化大众最好的工具。古时候，这个不管是中国外国啊，文艺的起源是从歌谣啊，啊，原始的人没有文字啊，有语言啊，欢乐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情意，用歌舞啊，啊，唱歌跳舞啊，这上古时代就有了啊。古时候这些歌舞没有离开伦理道德，所以圣人赞美啊，在佛门里面，你看看我们这个经文，每一段这个长行经文之后就有偈颂，偈颂是可以唱的呀。是可以舞蹈的呀，这个是艺术啊。佛随众顺众生的要欲啊，众生的爱好，众生的欲望，佛教化众生。讲完之后编成歌词唱一遍给你听，让大家学习，容易记诵啊。
啊，讲完之后不记得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啊，怎样帮助你记忆呢？用歌词最好，朗朗上口，哎，它有押韵。啊，所以这个佛的经典呢，是非常完美的教科书啊。过去方东梅先生非常赞叹啊，他说这是在其他这个文学里面看不到的啊，他这个编排的方法好啊，每一段教学后面都把这个教学的内容大意啊用这个诗词歌赋写出来啊，世尊在这说出来啊，啊，便利大众学习啊。孔老夫子那个时代，世风日下了，夫子常常感叹呐、啊，跟三代比较就差得很远呐、啊。三代是夏商周啊，孔子那个时候是生在春秋的时代啊，春秋孟子就在战国了，社会就动乱了啊，讲安定和平跟从前比就相差很远很远了啊，所以孔老夫子怀念三代啊，啊，周朝的初年啊，文武周公啊，那个时代孔老夫子常常挂在口头啊，那么现在我们又生在孔老夫子2500年之后啊，在历史上看的时候，这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啊，到我们现在这个年头可以说是伦理道德完全丧失尽了，没有了啊，今天讲什么伦理道德你听不懂了，什么叫伦理啊？什么叫道德？道怎么讲法，德怎么讲法都不知道了，你说怎么办啊？所以眼前这个灾难新旧约里面讲世界末日，古兰经里面也讲世界末日啊，我们细心观察仔细想想这个世界该不该有末日呢？应该啊，老天爷要给我们算总账，佛菩萨大慈大悲，对我们这些愚昧无知啊，为什么造罪业呢？是没有智慧啊，愚痴才会造罪业啊，业障习气深重，不知道悔改，起心动念都是忤逆受
现在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造无逆使我罪，佛在经教上告诉我们，果报都在阿鼻地狱啊，这个就是经上常讲的是人是非人啊，人的样子，他的心，他的行为，地狱啊，他走的路啊，这个十条道路啊，十道啊，啊，佛道、菩萨道啊，啊，天道啊，我们现在社会大众走什么道呢？走地狱道。很可悲，很可怕。啊，他自己一点都不觉悟。堕落到地狱道之后，后悔迟了，来不及了。啊，我们学了佛之后，就明白了。啊，总算醒悟过来自己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承受。啊，遇到佛法，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可以转变的。我们转不了这个世间，转不了众生的夜袭，至少要转自己呀！啊，不能度他了，一定要自度啊！啊，这个就觉悟了，真的觉悟。啊，今天自度的方法，除了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的，我找不出第二条路。啊，早年我在求学的时代，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一再的劝我。以印光大师为师，啊，印光大师教人什么呢？十六个字：顿伦敬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他老人家一生做出了典型，做出了模范给我们看。啊，不仅仅是言教啊，身教啊，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要能体会到啊。啊，在这个时代里头，你能把这十六个字做到了，你自度就有把握了。我不能度他，我先求自度。啊，我自己得度了，我还有余力，我去帮助别人。啊，自己没有得度，决定是以自度为主啊。
啊，那个顿能怎么说法呢？我们不能细讲，我们用最浅显的，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啊，那个我常常教人呢，跟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我今天早晨啊到西会来了一趟，啊，我看看我们的九楼跟十楼，我们少一个会客室啊，以后如果应酬多了，客人来了还是没地方坐啊，这是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想到啊，我对于这个事情一向不注重啊，这很多同学都知道的，啊，因为我的一生都是啊三不管，不管事，不管人，不管钱。啊，早年管这个是韩馆长管的，啊，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是简凤文居士管的，啊，韩馆长往生了，我在新加坡这几年。住在李牧原居士的道场，管人管事管钱是李牧原居士管的啊。那么一直到去年啊，我们转移到澳洲啊，澳洲建了净宗学会。我请悟行法师做院长，啊，悟通悟林做副院长，啊，希望呢把这个学院交给他们管。今年，啊，我再去看看呢，有很多不如法了。啊，这怎么办呢？我这么大的年岁了，啊，一生都没有干过这个事情，啊，但是我想我清楚啊，灾难在眼前呐，啊，大家为什么管不好？虽然学了这么多年的佛法。没有学通啊，起心动念还没有把自己的分别执着放下啊，还有很重的情执啊，你有情执，别人也有情执啊，个人都有执着，争论就起来了。到底听谁的？啊，在这个情形之下，啊，我说我再发个心吧，替你们管管好了。啊，所以，我才叫悟行法师也做副会长，啊，我来做会长。不得已呀，没有法子，逼着你做的啊。啊，那么在那边，我们教学的对象
有中国人，有西方人，啊，现在越南人也很多。所以三个副院长呢，个人负责一部分，都是负责教学。啊，悟行法师负责华语的教学，悟通法师负责粤语教学，悟灵法师负责英语的教学。啊，管理道场，我请了一个居士，啊，徐秋月居士。啊，他担任什么职务呢？院长助理。啊，来协助我的。啊，这个是学院里头最有权力的一个职位。啊，我离开的时候，那他就是代院长。啊，一切都听他的。他经常跟我保持联络啊。天天在听经啊，啊，你要是不听经，你是个外行，啊，外行搞这个事情，时间短暂还无所谓，时间长了，不可能不造罪业，啊，那我们建立这个道场，建立道场干什么呢？建立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是火坑呐、啊，哎，就是戒引你们到地狱的，这个道场是地狱门，那变成这样，这个罪就很重了、啊，啊，所以道场原本是戒引你来成佛的，来做佛的，啊，佛没有做成呢，通通堕阿鼻地狱了。印光大师一生不见道场，为什么？就是为这个。啊，不能做对不起众生的事情啊，不能做伤害众生的事情啊。所以道场如果说我发现这个里面做得不如法了，我离开就离开，我不会在这里多住一天啊！我住在这个地方对不起你们了啊！我怎么能帮助你们把众生拉下地狱呢？啊，所以我在澳洲，啊，道场的诸众，无论是出家在家，啊，常住或者是义工，都要非常认真的学习。啊，现在。因为道场还在建设期间，还没上轨道啊，在我预计明年一月可以上轨道了。我们建筑的工程到这个年底就圆满了。啊，我们新界这个香港也有不少同修在那边。啊，何丽香、美凤以前在此地。现在都在那边，他们非常欢喜那个修学环境。啊，我们很严格。你愿意真正来学，我欢迎你。你觉得受不了，啊，那你就离开。啊，我们欢欢喜喜，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世尊。给我们做的榜样，祖师大德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既然经营这个道场，
就要照着世尊，照着祖师的教诲啊，祖师的规模来做，小心谨慎啊！啊，四中同修一家人，我们修，每个人都修，修平等心，修清净心。啊，修尊敬心，啊，不要求别人尊敬我，我要尊敬人。啊，平等的尊敬是佛菩萨了。世间人有尊敬心呢，他不平等。啊，他看你是有很高的地位，啊，大官贵人、大富长者对你尊敬。贫穷下贱之人，他就没有看在眼里了，那是凡夫啊，那不是佛菩萨。佛菩萨看一切众生平等恭敬，啊，引恶扬善，啊，引恶扬善就是普贤菩萨的称赞如来。别人的善行我们常常赞叹，别人做错事情我们绝口不提，不但不提，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我们的心被污染了，我们的心就坏了，我们的心只存一切众生的善心善行，不存一切众生的一个恶念，这样子修成自己的纯净纯善，那个诸佛菩萨就这么修的吗？我们现在懂得了啊，一定要这样修法啊，而且怎么样，要赶快，我们的时间太迫切了，过去那些人有福报啊，纵然这个世界动乱，动乱的幅度不大，很容易找一个清净环境啊。你就说过去二次世界大战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啊，我们还是居住在很安稳的地方啊，这个战事没有波及啊，即使是被日本占领区啊，还是有日本人没有到的那个乡下啊，那种这个山林啊没有去的，你在那个地方他还是过一个平静的生活，还能修行啊。诸位要晓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一样了啊，核武战争啊啊。所以我在前一个月的时候访问日本跟韩国啊，在汉城，在大阪，在京都，中国沙尘暴啊，啊，北京那边的沙尘暴啊，随着风吹到韩国，吹到日本，啊，风沙了。我看到这个现象，我就想到，如果这个是原子弹爆炸的射伏城，我们晓得原子弹爆炸，这个泥沙了，都被这个爆破升到空中，啊，升到空中的高度大概都是一两万公尺啊，这还得了吗？
这个如果随风飘的话，飘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一片死亡。所以现在如果发生这个核子大战，没有安全地方。这个地球表面所有一些生物通通都被染污啊，不但人不能活，草木不生呐。30年前我曾经去到长崎广岛去参观过啊，那是核爆之后，那个地方草木不生，当地人告诉我8年地上才长草。所以我从那个地方参观之后，我懂得佛经上讲的小三灾。小三灾讲的是什么呢？核武战争。佛法里面讲的是刀兵劫，瘟疫饥馑。这是我们在长期看到的。刀兵劫是多久呢？佛经上讲7天7夜。这个地球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刀兵劫。刀兵劫只有7天呢，7天7夜的战争呢。那我们想的是这个7天7夜是核武大战。那么这个战争爆发之后，那个瘟疫是什么呢？瘟疫就是这个射辐线，核子爆炸的这个射辐造成的这个病患是你被这个辐射照了之后你要能过七个月之后，7个月7天之后你还活了，你才是个活人否则的话说逃不过这个劫难呢。7个月0.7天呢，纵然你活下来了，凡是被核污染污的草木不生，你要受饥饿。这个饥饿的时间呢是7年7个月0.7天。佛在经上讲的，以往我们看这段经文看不懂我是到长崎广岛的，你一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佛经上讲的就是这么回事情那么这个刀兵劫呢很可能就在我们眼前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虽然不是世界末日，真的跟末日差不多所以科学家的估计，这个战争如果真的爆发，地球上的人会死2/3那么这个时候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幸存吗？纵然是活着了，预言里面说的好活人羡慕死去的人，这个话听到我们都难过，活得很痛苦不如死去那么现在看着这个小三灾，我们就会遇到既然遇到了，我们也不必畏惧。
也不必害怕。为什么呢？恐惧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啊，应该怎么办呢？认真随顺世尊的教导，努力修行，超越这个劫难。啊，怎么超越呢？原子弹掉下来的时候，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啊！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跟学生们说，世界乱了，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唯一的求生的方法念佛求生净土，对，就这么一条生路啊，啊，唯一的一条生路啊。这是他老人家这一生当中给我们最第一的忠告，我们要觉悟啊。所以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啊，决定不干损人利己的事情啊，对于世缘佛缘放下了啊，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为什么呢？不知道战争哪一天爆发啊，说不定就是明天，说不定就下个星期啊，我这个身还能够活几天，未知数啊。啊，我们的心是个觉悟的心，常常有舍身，这个舍这个生命的警觉啊，有这个准备，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在乎啊，啊，有机会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啊。啊，什么是好事呢？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利益正法了。我们今天明了，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帮助人觉悟。啊，你能把正法介绍给别人，第一大好事啊！啊，唯有帮人觉悟了，他才不畏惧这个大灾难。他在这个灾难当中，他自己有能力超脱，佛法帮助我们开智慧呀，啊，帮助我们觉悟啊，所以称它做法宝啊。我们今天随境缘不随恶缘啊，我们以佛菩萨为伴侣，我们不跟世间人作伴呐啊，这个佛菩萨在哪里呢？在经典啊，经典里头最殊胜的八乘无量寿经啊，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不能读华严，你就读无量寿经，啊，不能读无量寿经，你就读阿弥陀经，啊，除了读经，思维经里面的义理，啊，常常想到经里头的道理，依教奉行，
老实念佛，我们的前途一片金色光明啊，你说多欢喜啊！世间的劫难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与我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早已经准备好了啊！如果不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圆正的一乘大法，我们遇到这个劫难啊，要是说不惊不怖，不可能啊，肯定是惊慌恐怖啊！啊，惊慌恐怖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决定不可以随顺染缘。现在这个世间全都是染缘，都是严重的污染啊，严重的病毒。我们如何能叫自己不受病毒？读这个经，我们就有收获了，啊，就没有白念了。好，现在时间到了。